前面不是前面说到那个可是吗？他说哎呀可是，他就说了就加多一个，没什么可是的。大家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啊，然后一撩帘跳下来了，跳下来之后。还能跳下来，说明没错。娘子，娘子，为父无碍，我们快些进城找大夫吧。大爹，你们送我们到这里，千万别被我传染了。啊，快走啊！行行行，赶走吧。娘子，扶一下我吧。你说那个为父无碍，你说像为父无碍，父无碍，占我们俩便宜是吧？为父无碍。啊，然后他说那什么？对。拍了背，拍了背，对，儿子，送我们到这里。啊，后来百姓准备了，后来百姓啊，再咳一下，百姓站好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走，好，赶紧进去啊！